第三十题，C 与 CO 在炼铁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何？我们看到前面所写的方程式中，我们的三氧化二铁加上碳之后变成铁加二氧化碳，碳把它的二氧化铁氧抢过来，然后呢自己变成二氧化碳，所以它发生氧化反应，它发生氧化反应，所以呢它叫做还原剂啊。还原剂本身呢会发生氧化反应，让别人还原自己氧化，而这里的 CO 也是一样，把自己的氧抢过来，自己变成 CO2，所以 CO 呢也是发生氧化反应，所以呢它也是所谓的还原剂。因此我们就发现，碳跟 CO 一氧化碳，它们都是当做还原剂用的。所以第三十题答案问我们说，C 与 CO 在炼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两者均为还原剂。